绝不退后。一旦出发就必须到达，我期待破茧的那一天。飞越黑夜，让爱无畏，信念给了我勇气，寻找光明和真理。岁月一去，我只望一次给了信心的准备，想要有所作为，挣脱你病痛，流离失所，失去了挚爱，也被世人误解和冷落。我不要在名利的光环下迷失自我，不忘初心，一往无前，点燃燎原之火，让信仰引领不安的心。这份马克思，为民营团结起来革命。这份马克思，没有谁能。